되찾을 인생의 봄. 내가 경험한 팽창강 임플란트. 大家好，我是专门通过膨胀式植体手术来治疗勃起障碍的韩国协无泌尿科朴成勋院长的中文咨询顾问高洪健。这期为大家介绍一下曾接受过朴成勋院长膨胀式植体手术的患者所写的信。 作为一名长期受到ED困扰的患者，借着这封信讲述一下来韩国治疗的原因以及经历。我是七八年前认识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是ED患者，因为之前没有性生活的经历。后来专门去了国内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的医生跟我说：“你这个比较严重，要做手术了。”后来。 我拿结果找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却说还是要吃药治疗看一下。后来治疗了一段时间，也不见有什么效果。当时女朋友也不满意，不出意外的，我们分手了。就这样，ED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以至于自己现在都还没有结婚，30多岁了。 对于女孩子也不敢太过于主动，担心主动之后换来的又是绝望。随着年龄的与日俱增，作为一个快奔40的人，我不想自己的人生就这样一个人过下去，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自己的 ED 治疗好，然后我就去网上找各种相关的资料以及治疗的内容，最终了解到膨胀式假体这种治疗形式。 后来我就跟国内的一些医院联系，看能否做这种手术。然而这一过程中却发现国内的一些医院手术的经验以及口碑普遍都不怎么好。在这当中，我又重新查找了一些资料，最终在知乎和 B 站上看到了朴院长的文章和视频，因此立刻联系了发布者。 后来就直接与朴院长的团队建立了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工作人员把他们的一些病人接受采访的视频和一些专业的讲解发给了我。我仔细进行了查看，了解到朴院长在这一领域是非常的专业，先后为1500多名患者进行了治疗，而且技术也是一流的。 我本人也希望以后能以一个正常人的状态去结婚，过好婚姻生活，所以我就抱着一种义无反顾的状态，决定来到韩国做这个膨胀式假体手术，以此来解决自己的 ED 问题。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来到了我们当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了护照。由于当时正值疫情管控时期，因此申请非常困难。 先后申请了几次才申请下来，没想到最后等到1月份的时候来到韩国，却实施了入境核酸政策，导致当时在仁川机场非常害怕检测结果不合格，幸亏有惊无险，结果合格。入境当晚入住酒店，第二天上午就来到了朴院长的医院进行手术。 虽然我学历不高，文化水平一般，也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过国，第一次出国不免有些担心，但是在朴院长团队的帮助下，以及为了自己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成功走出了这一步。由于本人经济能力有限，锁定的机票和酒店比较便宜，而且我本人只能待一周，否则的话就超出预算。 在我本人咨询下，朴院长的团队向我表示，建议手术之后2周回国，但是1周时间也是完全允许的，因此我才决定用1周时间来进行治疗。12日手术当天非常顺利，朴院长也是非常专业的，很快就完成并结束手术。目前我的状态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剩下的就是等完全恢复。 之后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了。手术后，我觉得我看到了以后的希望，也感谢朴院长和他团队的专业，让我这个 ED 患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为数不多的从中国来韩国治疗的 ED 患者，
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朴院长这里接受更专业的治疗，也希望他们能摆脱异地的困扰。之后再次感谢朴院长和他的团队，让我对未来重拾了信心。